会固定冰几条在冷冻库这样。像我都是直接打，然后先沾水，直接冰到冷冻库，然后拿出来之后整条都是冰的，就不用再去买什么冰。泡澡都会有一个毛巾的盖。不会，因为我不想让蒸汽太一直卡开。泡澡有这样是拿毛巾。那我们就大概这样敷一下，敷大概敷五分钟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把它拿下来，然后这时候呢，刚才有讲到需要按摩，对不对？按摩你也可以用手去按摩。那我今天呢，我今天用的是这个，这个是因为它本身里面有咖啡因的成分。哦，这个叫做对，这是一个美白的眼霜，它叫做眼膜霜。对，它为什么叫眼膜霜？因为它可以厚厚的敷一层当眼膜，对，它可以当眼膜，所以在飞机上也很好用。然后你可以敷厚厚的一层，然后在十分钟把它擦掉就变眼膜，然后它也是眼霜，然后它，然后这边有敷一个这个金属按摩头，对，非常超干的。对，那白天的时候呢，你稍微敷完之后，你就把这个眼霜。